是想怎样啦，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啦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哎呀，你说你说啊，你说的话猪他都笑啦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难道这就惩罚表不会飞吗？哎呀，你说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大叔大叔举高跟鞋合唱，说等到神灯出现就许下三个愿望，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世界都和平，第二三个愿望就是希望孙子家先给我送华子。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，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累人的话，救命啊，给我送花子，出门收到大哥给我送花子。